家新闻大会今天上午在中立中央大学举行，揭幕典礼由院长戴运伟主持。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理事长杨森也例会致辞，各界人士跟学生家长很多人观礼。这次的运动会有男女生30个运动项目，并且举行各班级团体大队的接力比赛，全校1000多人，每一个人至少参加一项比赛，以达到人人运动的目的。在今天的揭幕式中，还表演了男生的举拳以及女生的大会舞。总统特颁强身建国、大进行作为精神总指标。